Camuy Tan, soy de Lima, Perú. Hello, my name is Camuy Tan, I'm from Lima, Perú. Saya adalah Josh Gozari.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印尼雅加达。I got my man. Who could ask for?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收集台湾马家马太太有这样的想买。Hi， 不要看我这么黑，我就是香港来的。I got my man. Who could ask for anything more?叫许延峰，是马来西亚来的，然后我是国际学生会的会长，五六年前，就是前五六届吧，然后就是想说国际学生就来自四面八方，然后在台湾就想说就让他们一下子团结起来。其实一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一个东西是习惯的吧。就是语言啊、食物啊、住啊、天气啊，哇，完全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习惯的。所以在调试的过程中，也是我觉得朋友啊、家人的支持都很重要。我们在里面沟通的模式比较负面的来说，就是可以就是跟外国学生一起讲台湾学生的坏话。对，也不是说他们坏话，就是有，因为我们刚来嘛，就是很多不习惯，就会有一些抱怨这样。但是在这里，就是真的可以让我们抒发我们的情感。OK。颜色不同。学校其实对我们还蛮好的，就是他们有设立一个部门，就叫国际事务中心，就是专门接洽一些，就是如果国际学生有什么遇到什么问题啊，就可以跟他们直接说，然后他们就会给我们帮助这样子。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月23日，我们全部的成员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有四个人，看到我吗？我是春兰姐。6月20日，他是帅哥丽人哥。嗨，你好吗？后面坐在后面的美女是。青云姐，然后从那个房间突然间跑出来的是一次姐。对 ，OK， 对。我们在这里为除了国际学生服务以外，我们也为全校的师生服务。有事情需要我们帮忙的话，欢迎大家来找我们。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刚来的时候是一位叫丽人大哥的人。然后就来，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们。我觉得，因为这是第一次来到国外，然后真的是要在这里长久住下去这样。然后，就是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就真的会有人帮助我的感觉。大一的时候就是会有适应上的问题，然后有时候我也会跑去 YA 去找姐姐他们讲话。对，然后他们其实也会给我们很多的意见跟想法，然后帮我们适应这里的环境。我觉得来到这里跟别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觉得来这里学到最多和感受到最多就是我们有机会发现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看到自己想法是这样，别人想法是那样，我们就会发现到原来我们有这样的不同，然后你要怎么样用那一个不同来创造你生命的那个旅程。突然间来就可以跟你是第一次，什么颜色？当你真的觉得不适应啊、不舒服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来到 ISC， 然后我们可以聊聊，可以一起去谈心啊，让你去比较放松一点，然后再转个角度、转个心境，然后再去跟着台湾人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努力，这样子一起做好朋友这样。因为你毕竟都选择来到台湾，你还是要去做适应的动作。玄峰，玄峰，我黏那么久，发现我在这边。Fantastic。等一下哦，我要重。我们办这个国际学生周的目的就是，
就是宣传嘛，就是各国的文化，也算是跟同学们就是建立一个双向沟通吧。我们来这里，我们了解大家的文化，然后我们就是趁这个机会，这个 ISCP 的机会，给大家机会更认识我们。国际学生在慈大扮演蛮重要的角色，因为有时候我们生活习惯不一样，然后他们就会学到新的东西，然后学到新的文化。我们国际学生周还有一个叫文化晚会，然后我们会准备各国的菜肴，就以和菜的那个类型上菜，然后会有表演这样子。哎，已经开始了，来不及了，我要再办。传说就开始了。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分不清楚是孔雀还是山鸡。常常同学就会问，那边有什么好吃啊？就是暑假的时候回去想说，带一些比较重口味、台湾比较没有的东西，就是让他们就是吃这样子。主厨今天要煮什么？主人的是一道印尼的那个。今天煮的会很辣。对台湾学生说，一点点辣，一点点。什么熟悉的感觉？可是看到问卷上填大家就是对大家的肯定，也是很开心。这次活动整体上来讲，就是结束过后会觉得大家都很棒，不过在筹备过程中当然是也是很坎坷，就是大家这个不爽啊那个不爽啊，然后大家有自己觉得自己的想法都是最好的。我觉得办活动最大的困境就是沟通吧，就是每个人沟通方式也不一样，做事方式也不一样，所以就是要学会怎么去跟那个人沟通，然后是有效的沟通。其实学习到很多什么叫做体谅，因为有时候想法不一样，你要怎么跟人家表达你现在想的是什么，然后要人家接受你。我觉得很庆幸，就是在争执之后，我们还是很坚持的把活动办下来，没有就是说闹脾气啊，然后就说不办。我觉得就是透过办活动，这个就是透过办活动，我们还可以达到就是互相了解、互相包容，然后到最后达成。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最主要让台湾人去接受你，去了解你，去认识更多的国际学生跟你的人，还是你本身就要做好自己的榜样、自己的模范，然后让大家知道原来国际学生是这样的，就让台湾人有一个好印象，然后才再慢慢的去宣，就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路自己再推广出来。其实基本上你个人做得好，其实大家都会知道你是。Watching me, I go all out. The club ain't even handle me right.
arrogant like yeah. Top like money's all the girls just male. One too many, y'all know me like well.觉得有特色吗？有有，很有东南亚的感觉。烤开烤混烤坏烤混烤干我无照干照地照墙照手照来车有病照墙照门头堂照通照路包来包八包奔包八包半包半包的包我妈要养我女儿老林老林啊包上包哇这是我们的我们字母有46个呀然后有32个音符来提问的阿美姐姐五六七八阿美姐姐 AF 银河 EJK LMNO FAQ LF 在五百位 FC 的队哇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四五十六十七，不是啊。